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。十戒是已，在家居士学处第四章归戒是已，第三节持戒是已。持戒是已。问101，请问尊者，在家戒的犯戒和破戒有什么不同？回答：小宋经注解释说，在家人破了一学处，只破一学处，只要再说那条已破的学处，就再度具足那五支戒了。其他导师则说，逐条个别受持者在破了一学处时，只有一学处破，若以我受持具有五支的戒，如此一级受持者在破了一学处时，其余所有的学处都破了。为什么呢？为分开受持的缘故。但只有该委换的学处为业所系。意思是，在家佛弟子若破了五戒的其中一条，只有破的那条失效，其他四条并没失效，只要再受那条已破的戒，就再度具足五戒了。有些导师则主张，若受戒时是五戒逐条个别受的，在破了一条戒时，只有破的那条戒失效，其他四条还有效。但若受戒时是以我受持具有五支的戒的方式，五戒整体一起受的，在破了一条戒时，其余四条也都失效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受戒时是自己宣誓持守整体五戒的缘故，但由于只破一条戒，因此只有违犯的那条会结不善业。如是以注解释说，在家人只有违犯的那条戒破，其他戒并没破。为什么呢？在家人无固定之戒，若能过的话，就持守该戒。所以，若在家居士违犯五戒的其中一条，或者违犯布萨八戒前五戒的其中一条，称为破戒；违犯五戒以外的其他诸如非实时等戒，称为犯戒。若在家居士犯了五戒的其中一条，必须重新受戒来恢复并圆满自己的戒。违犯其他诸如非实时等戒，不需要重新受戒。然而犯戒会有犯戒的过失，是不好的，不仅违背自己的誓愿，也违背佛陀的教法。佛弟子应致力于圆满自己的戒，不应有所违犯。问102，尊者，在家佛弟子受了五戒后，虽然身体没违犯，但意念犯了戒，请问这样是否犯戒？回答：不犯，并没有意念犯戒这回事。因为唯有经由身体动作或口头语词，或者经由身体动作和口头语词同时进行，才会有犯戒的事实。纯心念或意念是不构成犯戒的，没有因为只是心念就犯戒的事。犯戒必须经由身体动作或口头语词表现出来。在家五戒必须故意去做才算破戒，无心去做就不犯戒。但布萨八戒中有几条戒，即使无心也会构成违犯。例如不非实时戒，即使你不知道已经超过正午，但还继续用餐，就犯不非实时戒。所以犯戒
可分为有心罪和无心罪两种，但不会有只是心念就犯戒的事。问103，请问尊者，在家佛弟子梦中犯了杀生或邪淫，算不算犯戒？回答：不犯。梦是由微弱的意门心入过程所构成，是微弱欲界意门心入过程升起的作用。由于梦中所做的事，不仅没有实际的身体行为或口头语词表达，而且没有正常的心念，因此不犯戒。问104，请问尊者，为何要受五戒？回答：五戒是做人的根本，道德的基本规范，因此作为佛弟子应该受持五戒。若想要下一世继续保有人生，就应该受持五戒。若连五戒都持守不好，那人生就可能难保了。业与果报之间有必然的关系，经常造恶没有戒行之人，将会投生四恶道受苦，持守五戒者会有来世投生天界或投生为人的果报，修持善业者也可投生人间或天界，得禅定者可投生梵天界，成就无色界定者可投生无色界。五戒是佛弟子最基本的行为准则，最低限度也应该受持五戒。若连五戒都持守不好，那想要未来更美好就很难了。问105，有人说犯了五戒的其中一条就会下地狱，请问尊者，犯了五戒的其中一条真的就会下地狱吗？回答：若犯了五戒的其中一条就会下地狱，那不是太严重了吗？若有只蚊子叮了你一下，你把它打死，就犯了不杀生戒。若你是整体一起受持五戒的话，那你的五戒就破失了，否则就只破不杀生戒。若你和家人一起去爬山郊游，看到山上很多流人很喜欢，于是在没看到主人的情况下摘了几颗成熟的榴莲来吃，吃完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由于那些榴莲是有主人的，因为你们的贪吃犯了不偷盗戒。若有人说你打死蚊子破了不杀生戒，你偷摘别人的榴莲来吃破了不偷盗戒，你会下地狱。你听了是会吓死，还是对佛法更有信心呢？受戒和持戒并不是用来吓人的，业果法则是错综复杂的。若你杀死父亲、母亲或阿罗汉，死后必定马上投生地狱受苦。杀死其他人或动物，要看对方的德行和各种因素，不能一概而论。问106，请问尊者，在家佛弟子受了五戒或八戒之后，若犯了不邪淫戒或不淫戒，要如何忏悔？未来能否再受五戒或八戒？回答：犯了五戒的其中一条，表示他的戒破了，不需要忏悔，只要重新受戒即可。当然他应该下定决心，从今以后不再重犯。问107，请问尊者，犯了忤逆罪的人可以受五戒或不杀八戒吗？回答：可以。阿舍世王就是一个例子，他犯了弑父罪，但后来成为虔诚的佛教徒，并持守五戒。忤逆罪是极重罪，死后必定投生地狱受苦。一旦造下忤逆罪，后悔或追悔是无济于事的，因为追悔是不善心，
只会使自己积累更多不善业而已。他应该致力于严守五戒，积极修诸善法，即使明知下一世必定会投生地狱受苦，也要为更美好的来世而努力，这才是正确的做法。萨度，萨度，萨度。